李佩娇，把这份文件送到集团总部去。主管，还是叫个跑腿送过去吧。我去送，正好我还没去过总部呢。好心给你偷懒的机会，结果还不领情。罢了。集团总部，安德哲，上次饭局上的重要人士，看来他是总裁，平时不露面，藏得还挺深。哎，没有预约不能进总裁办公室，不能进，不能进。总裁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拦住。总裁，怎么是你的？文件给吴特助就行了，以后不用特地拿给我。嗨，这一天天的，多少小姑娘要闯我办公室啊？怎么，霸总只能是男的？不能是女的，幸好你和你爸不在我这个位子上，不然啊，身边要有多少莺莺燕燕啊！妈，消消气，我下午还有课，先走了。晚上早点接娇娇回家啊！一天到晚加班，难道公司是他家的？你说呢？分公司是我的，那就是他的。哎呀，更没必要加班了。